骑士精神，打起精神，骑士精神，骑士精神，打起精神，单压走起。那就从边坏位来吧，第一位骑士来吧，盯准目标，好不好？然后把这个态度拿出来。 觉得自己像骑士吗？还好还好，没有表情可能有点怪异。是不是带着搞笑的感觉？你认为你自己搞笑吗？我跳的时候没有在搞笑的。是吧？你认为你自己不是搞笑的，就不要认为别人认为你是搞笑的。好好好，说的这么绕嘴。<笑>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不错不错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第二位骑士，有请。 你是什么骑？你是正面骑士。正面骑士。 OK， 开，我觉得叶和林，你的整体的完成度还算是不错，对，至少能让我看清动作，但是还是不够，舞蹈动作上还是不够。然后表情现在你是面无表情，因为不熟，就是正面嘛，对，就正面骑士，就是啊，正面面无表情，OK， OK OK， 好，下一位，。偶像面前好好跳，哎，别了，给我弄的都不好意思，哎，我也很不好意思，他很喜欢你的，真的，他今天说要上徐老师的课了，大家加油，来吧。 挺好的呀，再有自信一些啊，再有自信一些。然后我觉得，把你就是你理解的这个骑士的感觉要拿出来，现在看起来有些太柔弱的感觉。柔弱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力气。好，第一个拍子没卡上，然后后面有点慌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在舞台上也不要慌，练习的时候更不要慌啊。OK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